长出什么？鸡肉。一二一二一二。长出鸡肉吧。长出鸡肉吧。弟弟，你要下来要叫我哦。你在洗抹布啊？我这个跟头跟你，这样感觉不错，而且后面那个景色真是美啊。其实我们家就有。不会重吗？可以吗？一耳一耳，好，要放回去了吗？不能打，那个锤到脚会很痛哦，一定要拿好，一定要拿好哦。好，拿好，来一二一。爸爸要弄最大的。哈哈。那你刚吃这样不会吐哦？那我们吃很饱的早餐呢，太强了。我们要走小腿肉。对，没错，要放好。弟弟要放回去哦。好，这样子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一二一二，举高。哇塞，进阶了。你要敲到玻璃要破掉，还进阶嘞。哥哥给你这个，这是最小的。这里都特特。哥哥给你这个，这个太逗了，你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